我们要来讲的是 Asborn 的新的音效书，是触摸式的，然后 Jungle Sounds 还有 Garden Sounds。那我们今天先来讲 Jungle Sounds 好不好？这两本其实性质蛮接近，只是不同的主题，一个是丛林，一个是花园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按那个 orangutan，orangutan 就是在这里。对，At night, the jungle is full of noises. 晚上的夜晚的丛林有各式各样的声音哦。Can you hear animals croaking and hooting and 哇！squawking in the dark? 对。哇，然后呢？还没有哦。The whole jungle shakes as a hungry tiger roars。哇，这整个丛林都震动起来了。当这个饥饿的老虎在叫吼叫的时候，来呀吼一下。哦，谢谢。然后呢？As the sun slowly rises over the treetops, a bird wakes up on its branch and begins to sing。太阳呢，慢慢升起来的时候，有一只鸟呢，就，对，它就醒来，然后站在枝头上唱歌。哎，你来帮我按一下他为唱什歌么的都鸟。不用佛在对，用哦，弟讲弟来了，小怪兽来了。Look，别镜头开始震动，因为弟弟一直在摇。好。然后，someone else joins in, and soon beautiful bird sounds fill every tree across the jungle. 弟弟也来喽，弟弟也想猫，是不是？弟弟听到声音就好高兴，就过来了。然后你试试看，你不是会按了吗？你按按看呢、啊？你按按看呢、啊？看，不要按这么多次呢。对呀、啊，你按按看呢。按按看啊！好好好，然后弟弟按一下，弟弟按一下，按，他说按，不是用抠的，是用按的。不是用抠的。对，没错。哎，对啊，你刚刚讲很好啊。是用抠的。好。在那边。那我们再换下一页好不好？来，弟弟，你往后一点点。哦，说。那不也要按这 个？好，你没关系，你慢慢按。好，我们下一页好不好？下一页，那有人讲不完了。For a moment, all you can hear is a croaking frog. But listen, there's a storm coming. 来，那个 frog 的帮我按一下。他说，你一开始只能听到这个有青蛙在叫，可是呢，接下来就会听到有。暴风雨要来的声音暴风雨。Now the rain is 暴 pouring 风 down。雨是什么意思？暴风雨就是很大的一场暴雨哦，很大的雨。暴风是什么意思？暴风就是又大风又大雨这样子。Can you hear it splishing and splashing onto the leaves？你按一下这个，按这个，这个云上面这个，云上面这个，对。哇，好大！就是好大的风雨哦，好大的雨哦。那你可以听到它打在叶子上的声音吗？啪啦啪啦的。啪啦啪啦啪。对，然后这里是一只什么啊？这是 chameleon，chameleon 是变色龙，它伸长了它的嘴巴、这舌头，然后来吃这个小虫哦。它要吃这小虫。好。来，弟弟，你先放开一下。喂，好，哥哥翻译。Down by the lake, a baby elephant is having fun in the water. 对，有一只小虫在那边。那你再练这个。那你要不要帮 baby elephant 弄一下音效？哇，baby elephant，对，他在喷水，好开心，在玩水。对，然后爸爸也开始，对。然后那个我要一次就好了。对，我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它这里这些音效钮呢是触控晶片，它按一次，你按第一次呢它是会有声音，对不对？它可是你再按一次，那个就算它还没有结束，它也会就会停了。好、哦，干嘛？那个还得按一次，那妈妈说很吵，还得就对再按一次。对，假如我说哎太吵了，那就赶忙关掉。那个妈妈，那个还得按这个，然后妈妈说太吵了，然后很快就再按一遍。弟弟喜欢。好，那我们再下一页，弟弟小心。Now the night is falling again. 啊，又到晚上喽。But one noisy orangutan isn't quite ready for bed. 应该先按这个 orangutan 才对。猩猩，它还没有要睡觉。汪汪。
对，然后呢，再来这个 leopard， 你刚才已经先按了，再按再一次。A leopard and her cubs are quiet waking up. 对 ，time for a night exploring the noisy jungle. 哦，像我们家这只小怪兽，它喜欢这个 jungle， 对不对？好啦，那就这本书就结束了。好，那弟弟跟大家说拜拜，哥哥说拜拜，拜拜。